21世纪的今天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医疗水平越来越高，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。然而，疾病的种类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，疾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。30年前，我们听到一个糖尿病患者，就像听到癌症一样稀奇。而现在，就在我们的周围，癌症患者却比比皆是。30年前，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不足5%，而现在每12秒就有一人因心脑血管病而倒下。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形态和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医学统计显示，现代人每天接触的化学性毒物约1180种，女性每日脸上涂的化学物质平均175种，人均每天摄入农药化肥接近200微克，肉类激素150微克。在我国，每年死于室内污染的人数约11万，因各类农药化肥中毒的人数超过37万，因肉类激素导致的内分泌紊乱人群接近2000万。人们往往只关注人是死于癌症、心脏病、糖尿病还是脑中风，却忽视了藏在疾病背后的隐秘杀手。这些由于生活形态和饮食习惯改变之后所造成的生活隐患，他们如影随形，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你的健康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从大米里发现鸡油、石蜡，从鸡蛋里发现苏丹红，从牛奶里发现三聚氰胺，从豆腐和腐竹里发现吊白块，从火腿里发现敌敌畏，来自水中的海鲜用福尔马林保鲜，用避孕药增肥，在地里长的瓜果蔬菜用催熟剂催熟，养殖场的家禽用激素助长，食品污染、空气污染、水污染，在这个毒素横行的时代，没有人能逃脱。油脂超标、重金属超标、酸性物质超标，我们人类正快速成为时代产物的垃圾桶。现代人体内的毒素已多得使蛔虫都无法生存。曾经有过鼻咽癌的病人，从鼻孔所流出来的污血滴在地毯上时而冒出烟来，就像硫酸滴在地毯上冒烟的情形一样。还有在德国，有人将糖尿病患者的汗液 0.2cc 注射小白鼠皮下，小白鼠40分钟死亡。这说明重病人体内的毒素很毒。事实上，毒素日积月累，层层沉积，早已形成了危害更大的毒垢，就像茶垢附着在茶壶壁上一样，牢牢地附着在身体五脏六腑的细胞上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尼克博士的解剖实验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肾脏的毒垢，这是一个附着很多毒垢的肾脏，毒垢与肾脏结合得很牢固，很难剥离。我们看一下肾脏的切面，这就是黑色的肾脏毒垢，牢牢地附着在肾脏组织细胞上，都是一些重金属、药物残留和一些化学性毒物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血管中的情况。看，这是一个被严重堵塞的血管，这些是脂质斑块毒垢，这个是微血栓，这些毒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根源。血管壁上的脂毒垢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，现在15岁以上小孩的血管大部分已经成为第2种以上情况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堵塞的会越来越严重，堵到一定程度就会爆裂。那么
人体到底有多少毒垢呢？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从不同人体内清理出高达3到25公斤毒垢垃圾，肝脏、胆囊、胆管里能清除0.5到5公斤毒垢，氯、铅、汞等重金属、硝酸盐、药毒垢等，可清理出0.5公斤致癌垃圾。各关节部位清除的无机盐类毒垢最多达到3公斤，肠内毒垢1到15公斤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毒垢的携带者，日积月累，年龄越大，毒垢越多。毒垢侵蚀了脏腑，破坏了细胞，阻碍了细胞吸收营养和代谢废物的通道，导致头晕、头痛、神疲乏力、失眠多梦、食欲不振、抵抗力下降等各种亚健康的症状。当今社会，亚健康的人群越来越多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。每个人身上的毒垢就像定时炸弹一样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疾病。就拿心脏来说，毒垢堆在心脏里，心脏负担加重，每跳一下就相当于跳了好几下。很多刚过40的中年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过早的患上心脏病。毒垢对人体到底有哪些危害呢？毒垢在躯干四肢就会腰疼、腿疼、全身疼，毒垢在肌肉皮肤就会长瘤、长疮、长血斑，毒垢在脏腑就会使五脏发生病变，身体平衡打乱，毒垢在血液就会污染血液，引发心脑血管病变。脂肪肝、酒精肝、肝硬化、痛风、动脉硬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、中风、偏瘫、冠心病、心律不齐、胸闷气短、乳腺增生、子宫肌瘤、气管炎、老慢支、肺气肿。让我们看看这些熟悉的面孔。王君尧，君尧集团创始人、前董事长，肠癌去世，享年38岁。张生宇，北京同仁堂股份前董事长，心脏病抢救无效，享年39岁。中央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，淋巴癌去世，享年48岁。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，乳腺癌去世，享年42岁。影视演员傅彪肝癌去世。享年59岁。他抛妻弃子，他英年早逝，让父母长辈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，他在人生巅峰时期撒手人寰，让苦心经营的事业岌岌可危。是谁酿成了这些突如其来的悲剧？究其根源，都是毒垢惹的祸。如何阻止悲剧的继续？现代医学指出，排出毒垢刻不容缓。